好，首先感谢大家来参加这是第四场所谓的祈祷讲座。祈祷台湾会馆办这个祈祷讲座的目的啊，就是你们知道祈祷的意思就是 old and wise， 要符这个两个条件啊。你很聪明，你没有资格，你要很老。听说一般来这边做祈祷讲座都超过75了，今天都80了，上一次是90的哦，所以大家有这个紧迫感，要把这个记录留下来。那这个留下来，你们办这个，你们都是讲以前的事情，对后面有什么帮忙？其实你们今天讲跟以前所讲祈祷讲座的很多故事，对我们这一代是非常的动人心弦，就是觉得非常宝贵的。但是你问年轻人，都不知道，所以我觉得很可惜啊。我们把他们做了这一代，我们这一代参加的都是从南加州回到台湾去打拼的。当然，现在退休了，又回到我们的，他跟我们住的地方一样。他做了那么多贡献，我问很多人，今天有三个，我是说他们三个你认识吗？认识的非常的少。他们的生涯真的是多姿多彩，多姿多彩不是说表现全部好，有两个人差点被抓进关了，当然都没有起诉，当然有那个时代的背景。但是我们会馆一直希望台湾有进步，所以经过我们三个祈祷，把当时的今天讲的这个题目真的是有点深啊，讲太空的，讲火箭的，讲卫星的，其实我也听不太懂，但是我很想知道当时候这么高尖端的科学，为什么台湾的政府会想到请他们回去，这个时代的背景是怎么样子？然后现在他们都回来了，看来看台湾现在这一方面高科技的有没有进步，他们的理想有没有接近？我觉得就是说承先启后了，我觉得这是最大的。没有人看这个，如果说今天讲的都是 LKD 的事情，那也没关系。我们谢谢那个黄树人把这些记录都留在我们的，留在 YouTube 上面，是我们台美人当时心血付出的一部分，留在 YouTube 上面。以后年轻的一代在这一方面的，他真的有一点想到，想知道当时候时代的背景，他可以从 YouTube 来找到。所以也是感谢 YouTube 可以提供很多的平台，把我们这个宝贵的记录保留下来。那今天感谢各位来啊，我们今天要，因为今天的虽然大家很踊跃，非常的感谢。那今天有三个节目，这是最后的压轴，但是我们先会馆先感谢今天来参加演讲，先当个讲，因为有一些人要怎么样早一点走，一些听众，所以我们现在先找，请威尼上来。威尼今天他是工程师协会的南加州的会长，他今年办了一个。我觉得是有点好像轰炸民族，把你们航太，把你们工程协会这一些精英，今天都聚在一起，而且你都没有听他们的讲的东西，真的是非常的接近，连我们的前董事长都非常的 impressed， 这就是我们台历代台美人的骄傲，我们真的做了很多事情。好，我们先请吴宇你念一下，请他们上来，然后请我们那个。你要搬还是由我们前董事长搬？你代表会，这也是属于台湾学校的一部分的啊。我们前董事长。那郑英杰先生。那我们大家合照一下啊，阿姐。韩世伟先生。今天他们讲的三个非常的。林宏年博士。你一听全部都是博士啊，不然就是博士生了、不然就是主博士了。站在中间有背景，有背景照才有来。
较过来强一下，啊，袂紧，等下，等下较强一下，转来再看。那个圆美大纪元的帮我们照一下，好了，谢谢他们啊、哦，这样有在中间嘛哈，对对啊，台湾学校校长怎么样了？就给他们照了，那这边是台湾学校这个活动很多，谢谢他们啊，谢谢他们。那个，那你会怎么样了？你们两个主办单位是两个主办，还是站好？好，谢谢、啊。来，给我们加油一下。这个都是有名的大学的博士哦，这不是去买的不会哦。很多都是最高的 MIT Princeton， 那个最难读的读书都是 PhD， 真是不简单。还有啊，那今天那个医学讲座，今天有听到那个心脏病的，你听了以后你就知道哦，会预防你以后不会突然就死掉哦，因为你知道怎么保护自己的心脏。我们请试一试啊，来试一试。还有今天的三个 keynote speaker， 我们一起照，好像四个啊，郭金江，还有那个郭博士。还有那个谢博士，还有那个徐博士来一起来，我们四个啊，这样站着，这样站着，谢来。那，哎，好的，那请会长拍一下。你会长嘛？你关注是学会哈。来，好，我们。那校长啊，校长啊，大家辛苦了，来，校长啊，这边站。上来，啊！
好，我们现在就请今天的三位那个谢庆志、贾建进啊，请上台。好，来，先请大王，让话剧先来。我要带头带你放面山，这是他的举手。我要这样，哪里给他注意？来，贵请干来。好，贵请干来。921地震的时候，他在台湾做了多少事情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不知道，今天就知道了。来，还有我们的熊友会的前会长，那个徐庆华，来，徐庆华。因为吼，你讲要，你讲啊大声一点，你要那个政治啊，你讲别话嘛吼。我想啊，他们年纪有点大了哈，不要让他们站了哈，所以他们就坐着讲就好哈，他的角度要开始来了，稍微转一下啊，这样子，这样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还是要尊老敬老尊贤呐，那我比他年轻七八岁，我就站着就好了，好来。